制度里，迷信上界真理会达到旗帜高举，群众声讨，百姓牺牲一切去上诉，权贵的想法太俗套。只可惜生活是一堆挫折，只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。年少多好，贫困多好，一蚊积蓄足以快乐到连架吉他抒发我暴躁。财富得到，年岁不保，捐书不必讲究有回报，但世间总会有余数。只可惜生活是一声发泄，只可惜生命是一声抱歉，怕最多。如果命运能选择，甚至街口的我踏出的每步更潇洒。MAD 嘅 Casper 都係咁好睇，所以 MAD 每日都要，每日都要睇。就算 MAD 嘅 instructor Casper 間，大家都咪做咩 ？MAD 乜嘢咪就計？乜嘢咪就計？